就是大一大一大个，虽然其实今仔日应该唔是大一大，不过我就是 IG 讲今仔日是大一大，所以今仔日就是大一大。其实是安尼，就是我袂记哩，我顶礼拜嘛是大一大，所以其实今仔日应该爱是鸡汤大，不过不要紧，我就放袂记啊。所以就安尼啊，感谢呀，欧莫里的霹雳修能，感谢你，勇敢飞翔。再来讲一件代志，就是我今仔日寿命寿感素颜的事，我今仔有画胭脂尔。应该嘛是真够水吧，应该唔免化妆嘛足够水的吧，大家。感谢我是诶何文养生草，等下我可能会安静。所以我今仔日个啥物啊？乌目镜，乌目镜，黑眼圈，乌目镜，足重的，我不会。林湘祥在创啥？就是咧遮我的乌目镜啊，啊，搁有啥物眼妆？大家看我今日就是无眼妆啊，会使吧？今日就是画胭脂尔啦，我嘛是画胭脂啊，但是无画胭脂就是真正看起来可能会互公司扁掉。我若是无画胭脂的话，公司就太明顯了，就是公司就會給我扁掉，所以不行，也是要為NG。 那算吧，這是我頭一遍，應該是頭一遍吧，頭一遍都沒有，應該是沒差太多啦，這樣啦。因為有劉海就沒差，大家感覺就是我感覺差太多，其實是劉海，所以其實也沒差。感谢开心的厉害，甲小阿公的行李箱。Hello 大家，明仔就是生日会啊，敢有期待？我就期待，因为这边的生日会真正是大家爱期待一个，好不？我真正是因为。跟大家說一件事，為什麼要期待？因為有李佳麗，大家知道有李佳麗，就是你的生日會就是很喜歡的，所以呢，大家要期待一下。都好了啦，已經好了，差不多好了，要期待。我現在就是在播李佳麗的歌，不是李佳麗的歌啦，The Puzzles的歌。你播了 Puzzles 的歌，多阿龙、多阿永贺，应该恭喜多阿永贺，真正是叫多阿永贺的。这本就是叫喜欢的，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当下开心的，何文岩层草加十三 M 公车的，目睭搞掉喇叭。好啦，就是今仔其实爱是鸡汤台，不过袂要紧，我就袂记得啊。我是看到就是人讲，今仔是就是这礼拜是台语台哦，我就想讲，唔是吗？敢唔是？我就去看我的迄个日历，就看，唔是呢。今仔是鸡汤台呢，袂要紧啦。就是 IG 已经讲啊，所以就是就台语台吧，安尼啦。感谢 YC 的小金人，小金人，感谢。啊，最近的就是有在 IG 在问大家问题，所以今天就是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感谢小阿公的小金人跟老帅的小好算，不是，也不是鸡汤台，是就是单纯的Q&A， 就安尼尔。
鸡汤是较啥物啊？较复杂的问题，虽然大家嘛无咧问复杂的问题，大家拢咧问暗顿要食啥，毋过袂要紧，就是安尼。感谢玉婷的红玫瑰，你忘了说生日快乐 ？Oh my god！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哈！ありがとう小泽。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感谢玉的小雨伞。刚刚分享。是小泽跟我说生日快乐的家。ありがとう。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感谢。感谢郑源，会喝完养生草，感谢。噔噔噔噔，温热天空。还在不要下好，哎呀，别这样说啦。好啦，我来看大家有啥物问题。好，好，好。任意门，任意门，任意门的台语是啥？会使去，会使凊彩去别个所在的门，甲会使去。把嘞时间的机器，是安尼讲吗？哦，随意，随意门，任意门，随意门，加时光机，时光机，想要选啥？一定是随意门啊！感谢朱丽的红玫瑰。就是水衣门真的是很方便的，跟大家说如是未来有这个东西真的就太好了。我就上课的时候我就不用那么早起床，我就什么啊，我七点上课，也没那么早，八点上课，我就八点起床，我就八点九分的时候就用那个水衣门，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真的是很方便的。感谢 Julian， 哎，我袂记得用麦克啊，虽然应该是无差，虽然应该是无差，不过就是拢已经买啊，嘛是爱用一个，我袂记得用啊，虽然是无差啦，嘛是爱用一个啦，好啦，用看麦。好，欢迎甘有。Hello， 这样敢有声？敢有，感谢史努比的红玫瑰，还是其实无？敢有？感谢小阿公的小雨伞，有差？这样敢有差？午餐，安尼敢午餐，安尼敢午餐，所以无差哦。欸，零，为虾米？好几遍，安尼呢？安尼敢午餐，嗨。安尼敢有差？嗯？想我？为什么？安尼嘞？安尼敢有差 ？Oh my god！ 为什么？哇，拢足好个啊，拢接足好个。
为什么呢？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呢？三环二环对啊，应该不是三环这之类吧？应该不是安尼吧？不是安尼吧？还是其实就是安尼？应该不是啦。安尼嘛无对哦，因为安尼是唔对的。安尼是唔对的，好。嘟嘟嘟嘟嘟，我今仔日就会一直播这个歌。你啥物？算了，还是就卖插伊，卖插伊啊。就安尼。哦，相信我啊，相信我啊。有啊哦，是不是有啊？足紧张的，还是其实无？嗯，无。Hello， 大家好，安尼敢有？安尼敢有 ？Hello， 呼呼呼，无吗？零？啊靠！我已经有显示有耳机系统了呢。没啥咪无，算了，还是阮就放弃，阮就放弃啊，就安尼啊，不要紧。欸，我爱用迄个特效来遮我素颜，还是其实无差。而且大家想要看我的素颜 ，Oh my god， 我就够醉啦。安尼大家就看无啊？安尼大家就看无我的素颜，我的素面。在哪里 ？Let's go pink。Hello， 刘少卿，来好啊！不停飞行，有化妆头发也会放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化妆跟有没有头发是没有关系的。篮子，什么意思？篮子，哪里有篮子？什么意思？迷惘，篮子。就是我突然找到那个篮子的表情符号，我想那个篮子很可爱。笑咯，太可爱了，什么意思？你再看一次。啊，为什么要那么突然？然后我就打开门，你看这个篮子，你看，哎、欸，你的篮子，你的篮子不可爱，你篮子比较可爱吗？看我的，你看，欸、为什么你的东西、啊？你篮子比较高级耶，要洗的衣服。你的篮子很高级耶，为什么？可以拿它就快起来就够追边掉它边掉 river 边刘小琴我就边他谁边小琴我就边谁哎，真的我的篮子看起来比较不可爱，没要紧啦，就安那样。三只飞机不完了，其实我就是今仔日是洗一回，所以我今仔日的直播才是高点。若是我知影今仔日无洗一回，我今仔日就排八点嘛。结果咧是明仔载，不要紧，不要紧，高点嘛先洗啊。对，我要转来。内心的想法，哎、欸，大家想要看棒球男神？勇敢飞翔，寻找远方。感谢许阿伯 Pop Cat， 阿哥有人问讲，为什么你的设计的卡片？爱写赤壁赋啊，不是你叫我写赤壁赋的吗？啊，不
是之前伫我诶直播讲，大家敢有想要看我伫生日卡片顶悬要写啥？毋是恁讲要写赤壁赋诶，是恁吧？就是恁啊，就是恁啊，像就是恁啊，我毋知是像，反正就是恁。其中可了啊，Hello， 变得更亲啊，就拥抱，拜拜。Oh my god， 郑雨薇怎么了？谁？是玉吗？是不是玉？我感觉有可能是玉哦，有这个英雄。刚刚吃刘倩谷的饭啊，那个我现在吃礼物现在很辛苦的，好不好？我就是整张都是抹的耶。今天是台语来，今天是其实不是台语来，不过就是不要紧，我就自己记不到时间，所以就是我就在爱说，哇，今天是台语来哦，不过其实不是，不过不要紧，今天就是台语来，好不好？就是安尼，恭喜熊妹，恭喜熊妹收集成功。不是你，不是这个玉，另外一个玉，另外一个玉。虾米丢脸，阿丢就跳没啊 ？Hello， 熊妹，明天见呢。明天生日会见。熊妹要不要称赞我的素颜很可爱这件事情？到处要求称赞。顶礼拜，我就是大家敢知，就是最近 ，Oh my god， 谢谢郑雨薇 Kiki 做的喵，做你的喵，感谢你的雨薇，就感动的，你竟然想要做我的喵，什么意思？就是最近吼，就是足无闲的，啊，足无闲的时阵，就是袂记你时间，所以咧，就变成安尼，不要紧。就是欢迎明仔载星期会，大家后礼拜就会当问问题嘛，就是大家可能就会开始做心呗。阮绝对袂让大家做心，好不好？阮大家都会够屌屌。要先好看，谢谢。艺术也好看，谢谢。Oh my god， 感谢这一位温秋丽，谢谢你。想要高雄人呢，想要666。最浓烈。要选的，大家要不要看我黑眼圈？看我的乌目镜，足重的乌目镜，好不？就是安尼。台语666呢？哎呦，无，毋是最近熬夜的问题，是我本来就有乌目镜，是无化妆的问题。毋是，虽然最近嘛有熬夜啦，毋过其实毋是，本来就会有黑眼圈。啊，我的乌目镜是足歹去遮的，就是爱抹足侪粉的。感谢熊妹支配守护，熊妹你是财富自由你，熊妹你是。知道对发票雄雄中奖是不？我的发票都没中，实在是很可怜的。我跟你说，我知道，你不用说啊，你这个人是不是在请客啊？感谢郑雨薇紫薇守护灵，一家黑眼圈看到，什么意思？事情又多呢 ，Oh my god！ 而且伊是干那去公司的什么公司附近就买一个冰尔，伊就事情多。妮妮啊，妮妮发票中4000呢，就强呢。就华裔哦，就爽哟。你讲。刚要抽水，是无？对啊，真正是有够笑诶！加油！安尼，
当，哎，就这啊，就这家会当抽水啊。我200块嘛，唔免抽水。200块嘛是唔免抽水啦。兴奋。让泪眼曾模糊你眼眶。土地猫卡哇伊，感谢。有一个人，伊就是留言讲土地猫卡哇伊的，哦，无伊无的是，伊讲土地猫卡哇伊。阿里卡多哥在吗？苏，5000块，唔免哦，哦，可能爱哦，因为你好像抽水的哦，你好像抽水的哦。土地猫卡哇伊，你无想要听纸飞机的是无？无你想要听啥？我看嘛，阁有啥会当听？朝朝仰望不见头，我可以听22分钟的纸飞机啊，煞飞零机，煞飞零机，好好笑，在哪里？就开始这样，我要听一下，爱听，爱听李宗盛啊！哎，我本想要买李宗盛的票，结果无啊！我就问我爸讲，我问我爸讲，你要出去啊 ？Hello， 粉圆，很臭，那很臭，为什么？因为他都窝在那里面不出来，我就把整个包包放里面，也不会出来吗？不会啦，无遐厉害高。你啥物时阵会飞？伊即摆会跳啊，跳得远。Hello。我这只，这不会，这不会，好可爱哟、喔。它长大嘞。嗯、啊，这不会，这不会。我再开20块。好哦，感谢你的分享，感谢你的分享哦，拜拜。哎、欸，我还有看到宣传讲李宗盛啥物时阵？12月17号到19号，会伫小巨蛋有演唱会。阿廖，阿廖问我爸讲，哎、欸，我伫阮就是阮家的迄个群组问讲，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敢有兴趣去听李宗盛的演唱会？啊，我爸就回讲，就有兴趣的哦，要安怎买票？啊，我就去查，哦，无票啊，歹势。我新闻刚去查，哦，歹势已经无票啊。拜拜，李宗盛拜拜，多可惜嘞！感谢苦力鼠的 Pop Cat， 太抢手了吗？当当当当，有啥物特定的折价券？10块现金折价券？嗯，啥物意思啊？哇哈！哦吼！感觉袂歹呢。嘿，是无错。啊，着足侪黄牛的啊！我看着足侪黄牛的呢。咱遐米索的行李箱，我是无，就是我最近才看着这个消息。我之前不知道这个消息，哎呀，所以嘞，大家有买到？大家有去买？什么啊？咱12月公演的票，应该是100，期待哦大家。搁有啥？有人问讲，敢不是一个人尔？有足侪人，足侪人拢问讲，波乐甲瑞晴。
选一个，不过较水甜。Oh my god， 这是啥物问题？超市拢伫测试，测试袂歹，测试足香个呢。我若是去的，我若是去的话，我嘛想要做测试，测试足好个。过程有听，甲大家讲一个足足好笑个代志，就是因为毋是啥物啊，十一月毋是有500块甲1000块个。代志出现嘛，啊，阮就想讲，就是，哎呦，这就是现场袂使讲的物件，现场袂使讲的物件，就是想讲，会当讲500块的朋友，你们的欢呼声在哪里？1000块的朋友，给我你们的怒吼声，绝对严上。讲真笑呀，大家！500块的朋友，1000块的朋友，接近会死亡掉。阿哥，一个物件就是讲到 MC2 的时阵，雨晴迄个时阵不是就会出来吗？就是 MC2 的时阵是雨晴，他出来讲。歹势，500块的朋友，阮的表演即马已经到一半，请恁出去。咱即马开始验票怎安怎讲？验票，请500块的人先出去哦，超严上。感谢 River 诶，喝完养生草。刚分享了的歌，天上想法摸不着。感谢 River 的一张牌，越过山丘，望着头，喋喋不休。阿哥，我现在午后的时阵，就是，不是会讲啥物啊？大家好久不见，问候啊之类的。对，讲啥物？500块，几千块。地狱梗，大家地狱梗。I'm sorry， 你也怕不卡特 ？I'm sorry， River 几丢杯？爱地狱了，那你实在是被塞。爱地狱了，问候。有人问讲 ，Why are you so very cut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哎，这不是我想的啦，这个岩上梗，真的是岩上梗。嗨。哦，所以柏林跟瑞婷，哦，这问题我感觉实在是跳过，为什么哎？就是阮是啥物啊？阮是革命情感的，袂使安尼跟我撇煞。拢无，啥物拢无啊？因为安尼凊彩讲，巨大。我感觉是，哎呀，这个问题，芳哥跟瑞婷，好，后一题，后一题，开始，就是两个人拢。拢足爱的啊，所以无法度分啊。两足爱的啊，无法度分啊。香菜加芹菜，我感觉是盐水加芹菜是啥物啊？芹菜，我感觉是芹菜啦。
就是咧，因为我嘛是会当啉有，但是食着有青菜的汤嘛是会使。唔过那是有盐水就拜拜，再会。就是我盐水的味完全无法度接受，唔过青菜嘛是。但不爱塞了，但他用户名不能是空白。Kiki 做你的喵，谢谢。嘿，香菜看青菜忘不掉。小米渣男，小米有爱播 Only Today 哦。听到 Only Today 就会收到晨晨，晨晨你下集就要出哎。在什么时候消失给你的哀愁？感谢开心的 Kiki 做你的喵，感谢。晨晨，觉得这是什么歌呢？渣男。大家刚有看到就是 The End。就 N 叫做殷柏林，啊，就是伊个化名是说，柏林柏林，啊就会有两个柏林回头安尼。小故事，小故事，是安尼。导演柏林，柏林柏林，嗯，你叫啥？是你叫我吗？画一截，画一处乱弄的海边。下楼去感觉，感谢鳄鱼的饭啊哟，感谢热咖啡。伊家最近讲的橡皮龙，就陶醉。安尼上喜欢的歌曲是倒一首，佮想要挑战倒一首歌咧。上喜欢的应该是上喜欢的歌，我想看看，其实 Reset 讲的歌都很好听的。嗨，感谢弄你，感谢，欸我们才转不过来，什么呀？牙齿哦，哎，不是啊，感谢你的饭啊，吼，大老帅厉害。哎，我想看也应该是，还有啥？沙发有啥？沙发有啥？哦，新端的沙发，永远袂记哩。新端的沙发，我感觉新端的沙发就是最好听。但是我就是无代志的话，但是我无代志的话，我就是会听 demo。但是 demo， 因为我无家己唱的，所以我就会听 demo， 啊就最好听呀。不是问题，其实连话机都袂记哩，我哈。连台语都袂记哩，不要紧。就是安尼，新端的想法是新端的碰意。现在没人说，你说碰意，碰意无人会讲，阮家嘛拢讲碰意啊。碰意无沙发的台语啥沙发哦，明天就是碰意。新来的碰意，应该嘛，干那碰意尔吧，无其他的讲法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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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首歌就最好听的，我就介意这首歌的曲，就是，就最好听呀。啊，我就想要看三欧，就是三黑，我就想要看三欧跳沙发。
就是大家就会看到三个白色的衫在遐在飘。你想说，嗯，那拢无看到人安尼，那拢是白色的衫尔。三庄连三黑沙发啊，刚没有 calling， 应该是无 calling， 但刚在为虾米无 calling？ 因为我已经讲啊，我已经讲就代表无 calling， 但是有这 calling 就我就未讲，所以我已经讲啊就代表无 calling， 好不？我是一个未到雷的人啦，除了迄、那个，除了记者，虾米？不是记者会，记名会。聊天平回我说，哎、欸，我会表演一秒一秒约好，安尼爆雷你啊！我其他我拢无咧爆雷的，拍摄。感谢 Y C 的小雨伞，三号王子。哎呦，粉丝去要求，哎，要求已经啥物啊？已经来不及啊，已经袂赴啊。你要求伊袂赴啊？我已经开始练习啊！今仔无爱练习，啥物时阵爱练习？足乖，足乖。苦涩的快乐之意。跳唔着吗？唔知，就是嗯。哎、欸，为什么是衫？就是方向甲别人无同。嗯，我也唔知道为什么。买，甲来讲买，因为我已经讲啊，就是买。大家再去要求，可能阮四周年就会当表演，还可以要求一个四周年。谢谢梁文轩。分明现在已经注定。啊，歌舞上面啊，就是歌舞快乐节哦，感谢龙也挥手，大声说爱你，大声讲爱你，感谢你。那一撇起，拉不出心。歌舞啥就是，我写一个卡片嘛，有写一张心宽大。就是原本是心胸宽大，不过因为无胸嘛，就感觉心宽大安尼尔。感谢勇哥的告白气球，感谢你的告白。啥物啊？给鬼啊！感谢，感谢勇哥，勇哥刚有填握手证。跟大家讲啊，握手证第一步嘛出手机啊，感谢大家，真正就感谢大家，竟然买出手机 ，Oh my god， 感谢大家，真正是足感动的，虽然大家看袂出来，大家是不是看袂出来？不过袂要紧，我就是感动伫心内，拜托，真正就感动的。感谢苦一树的饭啊，许加拍婆啊，加小阿弟拍婆啊，加歪蛇拍婆啊，加苦一树拍婆啊，加瑞瑞拍婆啊，加马子蛇拍婆啊。感谢大家，嘿，若是无气象的话，可以当来找我阿秀啦。啊，若是想要去找别人，那是不要紧。但是若是大家想要找我的话，就是足欢迎的，我的手永远伫遮。我的手永远在家，来给大家。哎、啊，我无讲了，就是迄个新宽大有啥物故事的，就是有人摕到啊，有人有摕过我。唔可以，应该袂来，应该唔是会来看直播的人。然后今我嘛是讲一下，就是伊要摕到迄个新宽大，啊伊就艾特我，伊就讲，就是伊就讲是伊朋友摕到的，啊伊朋友穿 X 二 XL 的款。刚刚是安尼款，二 XL， 哎，就讲我是不是原本想要写，伊就问讲，伊一开始是问我讲，我是不是写唔着字啊？因为新宽大就是
本来袂人会写新款大字，新款大字一个足奇怪物件。爱了想讲，因为伊朋友，伊朋友啥物啊？伊朋友是二 XL， 所以就想讲，我原本是毋是想要签新款体大？啊，毋过签着款的签着款的时阵，就想讲，安尼敢若袂好，敢若毋好，就是新款。我们想要穿新款体大，不过穿到款的时候说，不好不好，这样很新的，所以就只穿新款大而已。就是说，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我们是新胸款大，我们其实是新胸款大，不过就是没中那个东西，所以就变成新款大，这样。感谢二元麦克，感谢你。可以玩个我叫路人跨步，忘掉就是安尼，真歹势，真歹势，嘛是足久以前的梗，因为我其实足久以前就想讲，就讲过，讲过，但是我今年圣诞提醒起来做新款的，你可能就奇怪，所以就算了，还是算了，有心跳，无，伊讲我做亚莎系的，伊讲我做亚莎系的，伊讲这是我的一种温酒，就是我们想要。写新款体大，唔过写到一半就想讲安尼袂使，所以变成新款大，又感觉我就笨手个。而且我若唔知影，就是我会写予对一张啊，我唔知我会写予对一个人，是我唔知伊姓啥啦，安尼。女粉丝拿到，哇！马上掉粉。现在我安慰我新来的老粉，应该袂吧？应该袂吧？安尼嘛是一种温柔的误会，嘛是袂歹啦。大家敢有看今仔日？就是恒山有一前辈的演唱会，蛮有看的。而且就是我就差不多三四点的时阵，差不多三四点的时阵啊，哥咧甲伊斯林啊啥传讯息，我就传，我就想讲，后一个要回啥咧？时阵我就悄悄看到，伊是你那啥？小，那你看你啊，看你啊，熊熊，咱食普拉斯的，好闻洋葱草加普拉斯的一张皮，嗨起来，变起来，不是本来就是起来嗨吗？就是起来嗨，安尼啊，起来嗨，本来就是起来嗨啊，起来嗨啊，大家。一定要后台跟我开讲，我想哦，原来你是日本哦，真厉害嘞！罗瑞婷，我要改一个歪直播，我在直播哟，这样子应该是爱问我几点啊？就是直播袂当讲的问题。我在直播，我在直播儿，嘿，瑞婷拢听我直播的时间呢。直播儿，大家在接口头禅，就是最近下面柏林加杰森拢会常常在讲儿，就是一讲话最后都会加杰儿。出去讲儿，所以想要来问波乐加伊，伊我要选什么人？不是吧，伊唔知影啦，伊未知影这个代志啦。好，我一个，
所以他就是就是会挑战的歌，就是心端的沙发，心内的碰意。希望后辈会让跳跨麦，心内碰意就是大概在看到一个白色的沙在遐，呼呼呼，什么意思？mini 控加公演，我今晚应该也算 mini 控，因为就是这久无跳 mini 控了，就想要回去跳 mini 控的啊。因为安那个 mini 控大变的歌曲拢无同，就是而且你就会当提出，就是你这边想要跳什么歌，啊公司就有可能可以甲你就接触看卖，就亲像啥物啊 ，maybe。Maybe 加什么呀 ？Maybe 加 River 吧。Maybe 加 River 就是 ，Maybe 加 River 就是，迄个时阵去争取到的。有啥小酒大姐？小酒大姐有嘛是？我今天一个课，好像有一前辈小酒大姐，哦，就感动耶！挂蛋，就是。那种无固定的歌会当听看麦，就是就想要跳 River 的胸，就是哎呀 River 足久无跳啊，就有啥物，就这歌拢足久无跳啊。不过就是因为最近其实有单的人嘛，有跳足济，足久无跳的歌，譬如讲啥物饼干呢，佮有爱达嘎达，佮有啥物，哎，他看他足久无跳，就是若是无有单，我嘛袂跳这首歌。佮有啥物歌？闪亮的幸运，因为闪亮的幸运其实嘛是啥物啊，近景东西。大部分是 Daisy 在跳的歌，所以舞单就是因为舞单，所以会跳就闪亮的幸运。非常有今天啊，就是什么迄个开头叫啥？只有夕阳没有惊喜，是吗？只有夕阳没有惊喜，你要就升格啊！耶。爆雷先生，那有可能，我是无可能。嘿，叫樱花瓣，樱花瓣嘛是足久无跳，非常重要。嘿啊，就是因为有舞单啊，无嘛是足久无跳的。苗栗嘛是因为舞单啊。嘿啊，跟我下面歌啊，足济吧，足济拢足久无跳。因为就是大家最近就是看公演的歌，不过其实我感觉 reset 真正是好公演，就是 reset 的歌是听足久嘛，未生，应该吧，大概应该还未生吧，应该是还未吧，就是 reset 的歌是好听呀，大概应该还未生吧，不好说吗？不过。欸，你不好说我要怎么办，你没好说我听，就是因为我们跟人物，所以我是听上这边的，那么而且我感觉就是现场的感觉，现场真的是有现场的，现场好的地方，就是无同的所在。唔过我看到，就是人讲，就是为虾米公司无爱办，就是无爱办线上啊，不是办线上较虾米啊，较有钱吗？不是，不是，就是迄个机器足贵的，大家机器足贵的。
每月，唔过我大礼拜拢爱领舞啊，练舞啊，所以阮大礼拜拢爱听，大概一个月会听三遍。阮大礼拜拢爱听啦，唔过是好听的吧？嘿啊，因为其实就是讲现实的，讲足现实的问题，就是阮的基础还袂遐好。我的基础还袂，就是我的粉丝还袂遐尼啊多，所以还袂到半线上可以当赚钱的挺多安尼。加油努力，加油，加油加油，恭喜发财，加油。有骨鸡排 vs 无骨鸡，无骨鸡块，鸡块鸡排，有骨头的，鸡排，加无骨头的鸡块啥？鸡块，鸡块，鸡块台语啥？应该是有骨头的鸡排吧。这鸡排，唔过我足久无食鸡排。我顶片食鸡排是啥物时阵？是捷运捷运低头的时阵嘞。是捷运低头的时阵，就是迄时阵加啥物啊？加了 parcels 是吧？加了 parcels 做伙去倒位啊？去西雅市啊？就是。他的 parcel 做去洗牙齿啊，就用公司的钱吃鸡排，就做好在。因为我家己其实是袂去家己买鸡排来吃的人，因为我就想讲足肥的啊。而且最近咧，搁咧减肥啊。我真正是袂家己去买鸡排，鸡排，若是好食的话，就真正足好食的。讲诶，牛蹄蛋有过，其实嘛无讲有过，还是无过这物件，就是家己起毛子的问题。家己诶，讲诶，真正是，大家敢有听到迄个故事，就是讲诶的。乌梅剧院的故事，虽然阮就讲，卖讲什么啊，鬼力乱神，是吗？卖讲什么鬼力乱神，唔过嘛是，而且爱拜拜。唔过其实这边有拜拜啊，就是组长有去代表阮去拜拜。是因为什么物件？就是静静听讲是给起来受伤，就是一定会有人受伤。啊，若是无人受伤，亲像这边无人受伤，不过就是阮组着两个人无爽快，身体无爽快，所以就恐怖呀。而且因就是林姐甲家里就是。原本都无代志，啊去后台时阵就常常身体无爽快，啊离开乌梅去公司的时阵，身体就更好啊。我想讲，是安怎啊？阮拜拜另一个个啥物啊？个蹦起啊，就是诶，直接爆开呢，麻风直接爆开啊，就是裂开，就是阮拜拜的另一个，拜拜的另一个裂开。
还是个哇哦，小恐怖。啊，搁有就是，阮歌不是阮，是乌美慈唱，就是啥物啊？我知影，毋是去，大家有看过的现实，就是知影。我甲面面做伙去 Lexi 就是伫乌美的对面尔。我就去 Lexi 看魏晋哥的表演。啊，结果我就跋倒啊！虽然是无啥物代志，就是皮肉伤安尼尔，就是差不多一天两天就好诶，迄种。我想讲，天哪，想怎啊？就恐怖。不过是骨倒啦，就是因为昨有落雨，昨有落雨，所以咧就是涂骹就足骨咧。唔是呢，是啥物啊？嘛，我嘛唔就是涂骹安尼尔，就是足平常的涂骹，人家就感觉哦，那会足骨。快点骨折！快点公公给哟！啊，都其他代志。嗯，萱萱爱草，我嘛感觉。天哪！噔噔噔噔。欸、是不是我真的是以后我直播都不用回程啊？是不是其实差不多啊？还是无其实差就多，不过大家都会安慰我，无啦，其实无差安尼，还可以呢安慰我。哦，无啦，你素颜嘛无差啦，你素颜就足水啊，无其实差就多安尼。看袂出来吗？哦，感谢你。好，安尼我以后特效很猛，真。伯特，哦，是咱的问题吗？真的吗？未歹，嘿，未歹，感谢。那我以后拢唔要回家，我咧画我的 NG 就好啊咧。但是我手机啊问题，可能我今仔日用啥物人？我今仔日用超平涵的手机啊，就唔是坐在安尼啊。我用超平涵的手机，我就爱化妆啊。不过因为是，哦，感谢我的手机啊。是我的手机的问题，感谢。学问我说生日快乐，你会说生日快乐还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感谢。还是会说生日快乐。啊，无开特效好无？是，我无特效是手机的问题，是手机的问题。有时候手机啊就会自动美白，不管安怎，一家拢足够水，感谢，太感谢，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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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哒哒哒啦，哒哒哒啦，敢有啥物歌会当听？来听雨时多云偶阵晴。广众的歌，我逐摆拢讲广众，敢若足死个安尼。来，敢知若是你去六个敢有去 Legacy 看过表演？就是去 Legacy， 哦，这是啥物？感谢姚茉莉开麦啦，打 call， 感谢加姚茉莉的野蛮纯洁 ，boom。就是 Legacy 就是你若是无徛伫上头前，你就爱去徛上后壁，因为其实上后壁你的视线嘛是会足好诶，而且佫袂遐尼啊，就是袂敢人去遐遐挤，一直挤，挤来挤去，遐尼挤啦。所以你若是无徛。上头前你就要去徛上后壁，所以咧，我讲面面这边就是去徛上后壁。啊，上后壁是啥物咧？就是
计价，就想要别的东西计价，所以我就是站在计价的头前。我其实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计价，我感觉伊小面色的，就是刚才是啥物啊？我有单的时阵来计价，不过我就是。我就是很避暑的安呢，我就是很避暑的，所以我就无去甲伊开讲。无，其实足近的呢，就是计价伫遮，啊，阮就伫遮尔。阮就是甲计价的视野拢全部拢冻掉。上面，唔可能就是那个时，就是爱徛上后边，那是你。干那想要听歌尔啦，嗯，我就感觉足明显，因为其实我有去啥物啊，平面联访，就是有单的时阵的平面联访，就是讲我发烧的迄、那个。迄个时阵啊，我感觉台湾的就是足酷的，就是台湾的新闻，就是看到迄、那个，就是足酷的物件，就是全部的新闻拢咧写，就是我讲，就是拢咧基本上拢是咧写啥物啊，发烧的代志，就是注疫苗发烧的，也是啥物手足猫的。平台抽中猫的，啊，跟我啥？就是我发烧，啊，妈有去看急诊的代志。不过就是听讲就是问讲，你的裙子怎么会飘起来？就好算的，我感觉。你谁？你是谁？我要走，拜拜。暗。嘿，站上后边，真正就是很舒适的，真正爱站上后边。但是你无法度站上头前，就爱站上后边。跟我啥？日文加泰文，这其实哦，日文加泰文应该会算，目前应该会算泰文，目前啦。目前应该算台文，啊，不过阁有人问讲，若是你台语甲台文一定，敢那会当选一个？就是你若是会晓台文，你就袂当会晓台语；，啊，若是会晓台语，你就袂当会晓台文的话，你想要选倒一个？应该是，不是应该，一定是会晓台语吧？无可能。无可能讲袂晓台语吧？嘛是爱会晓台语啦。日系偶像弄丢，拍谁啊？哎，变成泰系偶像，台系台泰其实差不多啦。就是台系偶像，就是连足一遍就会变成泰系偶像。袂台语嘛还无敢甲大家讲。袂台语，我会啥物啊？无台语是我食头路的物件。我是靠台语食头路的，我袂使袂晓台语。拜个粉丝粉，拜拜！我会晓口分开，我即马嘛袂晓啥物泰文啊！我即马嘛袂晓啊，即马干哪会晓口分开？叫啥？萨瓦迪卡。素素卡，甩妈妈甩晶晶，差不多安尼啦。杜克他，杜克他是啥物？杜克他是娃娃。杜克他，泰文才会当，无一定好。我甲偶像都用英文来沟通诶，用英文嘛是会使啦。人袂为难我，好无？他都是用英文来沟通的。脆警察，什么意思？会太原希腊，你太原是就厉害。
欸，台语嘛嘛真厉害啊，因为我即马阁袂晓，所以阁咧学习。学习当中，嘿啊，我哪有可能用台语咧沟通？安尼，我用台语沟通的话，我拢是就是丢 Google 翻译呢。啊 ，Google 翻译，大家应该看无吧？我家己是安尼感觉啦，就是应该是看无。Google 翻译的话，不过我感觉 Google 翻译的英语有愈来愈标准的感觉，唔知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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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现动的态度是说希望可以很快就见面，就是期待我们见面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意思。当然是早起，大家应该不会说皮肤健康，不过我就是我胸前很多痘疤，即马是还好啊。我，啥物时阵？高中吗？啊，是毋是我考学测的时阵压力伤大？压力伤大就疯狂长痘痘，所以即马是较好啊。毋过阁是有痘疤，而且我着手针啊，手着足针的，我着会去抠我的痘痘，所以着有痘疤。所以有一个。很恐怖嘛，不是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什么啊，为了明天而接吻那首歌，不是那个衣服是这样，就是那是一个这种感觉的衣服，那就是我平常就会给大家看到，那就是什么时候我 MC 下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什么粉底液贴出来，噗说一下，我就恐怖的，就是很多痘疤。皮肤健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健康，我是感觉还好啊。我感觉最健康的是林依云，林依云真的很 Q 弹的，大家。林依云的，而且林依云的耳朵很合蹦的，听起来很奇怪，不过不要紧。林依云的皮肤就好诶，早八直播，嘿，我哪会静静会当开早八的直播？而且我今麦嘛会使，大家敢有想要看？不过我今麦嘛未使开早八的直播啊，因为我逐天的课拢是早时，因为我就想讲，阮工课就是做工课，应该就是。拢是下晡吧，差不多啦，就是大部分拢伫咧下晡，所以我就想讲，应该爱加怪课，摆伫就是摆伫下早，应该安尼较袂请假，毋过无嘛是爱请假，其实是无差。悄悄的。唤醒了黑夜，棒棒棒棒棒，有啥物问题呢？我早顿较改食中式早顿还是西式的早顿？再看心情呢。西式早餐是啥物？西式早餐是啥物？sandwich， 是 sandwich 吗 ？sandwich 是西式早餐，是，这真正爱看心情诶。较介意食啥？不过其实
就是但是要买的话也是会吃西式的啊，因为就是我们宿舍附近没什么中式的早餐，哦，有呢，有饭团呢。饭丸，有饭丸，袂记得有饭丸啊。而且饭丸其实就饭丸就俗的呢，其实，还是是阮宿舍附近的饭丸较俗，就是二十块，二十块你就会食足饱。哦，吃哦，早顿吃糜，早顿吃糜，烧饼油条，哈，早顿无食过烧饼油条呢。当初买啥物食无了就食啥，阿姨你就欠的哦。糜，吃糜，不过糜其实蛮好吃啦。皮蛋散吧，不是皮蛋，皮蛋散吧糜，皮蛋。我之前一直叫是就是皮蛋的代意是皮蛋。竟然不是呢，竟然就是皮蛋，是皮蛋吧？就是皮蛋。本丸人家就摆，本丸就是你吃了你中昼嘛唔免吃。时间，我啥物时阵？我大学一年的时阵，其实就爱吃，我早顿就爱吃本丸的，就是就足俗啊，可以当吃饱。不过就是我发现。很肥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哦，没法度，不能再吃，不能再吃饭丸啊，太肥啊。我其实很爱吃饭丸的。早起没呢，就是早起就很枵呀。哦，应该是说因为我什么啊，就是我暗时，我很晚的时候就早餐店比较大了啊，哦，今麦开吗？今麦开吗？台式叫本丸，无叫啥？敢袂使，还是嘛是袂使？我们的爱在落大雨，卡卡的，卡卡的是毋是爱啥物啊？卡卡的是毋是爱唱歌？是毋是唱歌就袂起啊？而且唱足歹听的。哦，好啊、哦。下雨吗？是吧？是不是？哦，有啦。哎、欸，哦嘞，哦嘞，吹头发啦。我还是在吹头发，吹头发声音。原来如此。好啊，好，太好啊，太好了。我寻了黑夜，我来吹歌，大家等我一下。吹虾米瓜，咚咚咚咚咚。乌萨来听，听下乌萨。
哦，歌舞狼本宫拍死了，拍死了！我狼本宫就是请问为什么独蜘蛛的时阵，我头顶的花，其他的人拢是伫咧架手柄，不过我是伫咧倒手柄。这其实无规定啦，就是你介意你的什么柄，你就用倒一柄安尼。啊，我是较介意我的倒手柄的柄。啊，无差，还是会感觉哦，拢好看安尼。你倒手柄。所以大家发现一件代志，就是我的专辑，我专辑的名就是倒手柄的名。大家有发现还是大家无发现？你们好看 ，Oh my god， 我嘛是左脸派的，因为我感觉我架手柄的刘海就诡异的啦，就是我倒手柄的刘海较顺。我假手柄的刘海就什么意思的感觉啊？跟大家讲，就是为啥物安尼，就是因为我假的发流是逆发流，我假是逆发流，就是我的头毛是会为顶冠开始洗，所以假就会碰碰，所以就是大家就知道为啥物我之前有帐篷刘海，这是无法度的代志，我的头毛就是安尼洗，啊，无法度怪我。好不好？这就是我头毛的问题，伊就是家己胃顶管开始洗。啊，我有问讲，我有问过，就是讲，啊，这敢袂当，就是该用落来，伊就讲会当用药水，家己用，不过就是药水退了后，嘛是同款啦，嘛是安尼，所以其实无差，你就。爱接受伊，我就哦好哦，安尼我就接受伊咯。学靠帐篷，你也当靠来我之前影片啊。我之前因为我最近咧查蓝冠的资料，啊我就看到我之前介绍蓝冠的啥物啊，的直播，我就看到天哪，好尴尬哦。啊，之前直播真正是一个，就是叫秀。就求老师，妈咪就说好，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就是蓝冠吼，就是其实是安尼啦，啊正正好我是安尼，唔过这是其实是唔对的，妈大家还是算了，大家别去病了。是属于自己的账虚。是属于自己的账虚。有人讲想要听我分享甲朱佑勋老师翕相的故事，啊，伊讲伊嘛常常看老师 YouTube， 这就是我去听伊的演讲啊，安尼。大家讲一件代志，就是我去听伊的演讲，啊，就讲到一个物件叫做风月报，你敢知影风月报？这是一个杂志啦，就是台湾正经的杂志，啊，就讲。反正伊就讲，就是这杂志有一个机制，就是爱投票。啊，不过迄个投票就是你一个人买当买足侪杂志，你就会当投足侪票。伊就讲，大家无感觉这个 AKB 的总选举就虚伪吗？啊，我迄个时阵我就感受到全班的视线就全部看为我遮来，我就嗯。就是这样啊，跟日治时代差不多，差不多那个时阵，
无啦，我无介，我无介讲这件代志啦，我就是介合照尔。伊无只有点尴尬好无？你看起来真欢喜吧？你看起来应该是真欢喜吧？应该是带伊来忘掉。宵夜要吃啥？宵夜你会当吃麦当劳啊？麦当劳最近不是有啥物优惠券吗？是吧？啥物加一元多一件啥物的，你就会当吃两份。无啊，你唔免吃两份啊，你就甲青蛙分享就好。你当甲青蛙分享。就收600块，龙年是无啦，该去上是我的荣幸，跟你们拍照也是我的荣幸啦，刚才给翕相都是我的荣幸。好、哦，什么意思？哦，你今麦无甲青蛙做伙？我就是我唔知为虾米我看唔到啊！你讲我甲茄子做伙，我看做，我想要甲茄子做伙，我想讲。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想要甲，我来看，嗯，我想要什么意思？你是讲一个事实，我看这是，我想要甲茄子做伙。哒哒哒，哒哒哒哒。要有啥物，我看一下。有人问讲，你想要洗做足古锥，但是无人爱，还是要洗做无可爱，但是人爱？嗯，应该是无古锥，但是人爱吧。大家爱我就好啊。大家有爱我就好啊。哎、欸、呀 ，River 太帅了吧！还有变奏哎，天哪！哦，空拍机，哇哦，空拍机、欸啊。等一下，刚才镜头是什么？这是。这是什么镜头？你无设置摄到的，你无设置摄到镜头，来看头前足帅。哎，这是啥？哎，这是啥？你哥马西足帅。夜叉就很好玩呢。SH， 吴安琪，吴安琪好帅。倒播个毛唔丢，嗯。啊啊啊！要是。有人爱就好啊，洗得安怎也无要紧啊。可以让去整形嘛，无啊？讲真出来啦，讲真出来啦。你抓过婚啊？大家直接无婚啊？今仔日的第一名是啥物啊？亚欧莫莉，亚欧莫莉敢有伫咧？亚欧莫莉敢有伫咧？帮发现 ，You can do it。嘿啊，因为明仔是两点钟，然后你要交作业无？无啦，唔是作业，你要奖励无？你想要什么奖励？安尼，你敢无想要什么奖励？安尼讲较好听。
你敢不想要什么奖励？啊，尽量配合你，好不？好，好不？好。噔噔噔，把这条给跨越 ，You can do it。那你去搞狗霸机啊啦！要关了，差不多啊，差不多。欸，我要 report 就是爱，就是大家都已经袂记得的时阵，搁放好无？画画好啊，你想要画啥？你敢有想要画啥物？画啥物？你的作业还袂好好无？你毋是讲，你毋是讲你无？你会当豆豆仔来吗？你是讲你会当豆豆仔来吧？麦帮我 OK 啊？为什么？而且这个麦克完全无效，是安怎？完全无效。头一摆无想到你就，啊无我就画你的名，我嘛是会使，会使帮你做名牌。没关系啊，好，那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要这样是不是？要这样是不是都没有关系啊？安尼我甲你，我帮你画名牌，安尼咁好，好哦。安尼我后边，搁互你看，反正是，应该唔是明仔哦，应该是后礼拜哦，因为今仔是暗时，甲明仔有小可补应。哦，唔知道，我先去回了后要创啥？好，那是了明仔载就明仔载，那是无法度明仔载就是后礼拜。安尼，安尼，阿伯，完全无好的麦克。没啦，就是亚欧莫里 Y A O M O R I 吧。鸡蛋大就是后礼拜啊，后礼拜结束。后礼拜什么时阵啊？拜四甲拜五，敢那是最近的直播的时间，大礼拜拢无同款，所以咧，大家就爱较注意，大家较注意咧哦，大家就爱较注意哦，就是安尼。不能代表我的心，你问我，我们来听歌。听什么？嗯，看来幸运饼干，大家有都注意哦。见面就喝 ，That's OK。他们家老鼠爱 Purple Cat， 来念两百名，第一名是亚欧莫莉 Coquita Brizzle， 感谢亚欧莫莉 Coquita Brizzle。第二名是浪爷。感谢熊妹，感谢对手。第七名是 Miso， 感谢对手。感谢 Miso， 感谢对手。第八名是小阿光，感谢对手。感谢阿根，感谢对手。第九名是 River， 感谢对手。感谢 River， 感谢对手。第十名是 Julian Solo， 感谢对手。感谢 Julian Solo， 感谢对手。第十一名是 CKUMK， 感谢对手。感谢 CKUMK， 感谢对手。第十几名是 YC 国家对手，感谢 YC 国家对手。第十三名是普拉斯国家对手，感谢普拉斯国家对手。第十四名是用户名每档是空白国家对手，感谢用户名国家对手。第十五名是老刷国家对手，感谢老刷国家对手。感谢大家。嘿嘿嘿嘿啊，熊妹财富自由，熊妹直接给财富自由。好啦，希望大家明仔，希望明仔诶，生日会当顺顺利利安尼，真正是希望啦，拜托啦，拜托！我还袂想好，我要学啥物玩呢？我要学啥物玩？我要学
是什么关啊？啊，是两个关呢。还没想好，明仔再搁想。拖延仔，明仔再搁想。嗯，还有什么关的呀？嘿，再一世界和平，干明白？就世界和平。三个哦，三个。哼，大家期待哦，我就期待哦，哈哈哈。好，大家拜拜。但就是太困难了吧。好了，给爸爸按按 River， 给爸爸拜拜，又给爸爸按按小阿光，给爸爸拜拜，老刷给爸爸拜拜。台语单曲 center， 感谢给爸爸拜拜，欢迎再次给爸爸拜拜 ，YC 给爸爸拜拜，苦力鼠给爸爸拜拜，嘿，毛巾哥给爸爸拜拜，金票金票给爸爸安安，传家教给爸爸安安 ，Heart 给爸爸安安，姚茉莉给爸爸安安，笑笑给爸爸安安，郑宇给爸爸安安 ，Miso 给爸爸安安，青花小哇哈。天亮给爸爸按按，雨给爸爸按按，勇哥给爸爸按按，不让小妖兔给爸爸按按，二雨给爸爸按按，开心给爸爸按按 ，YC 给爸爸按按，点票给爸爸按按，国树给爸爸们按按，明天见。蹦蹦蹦蹦蹦蹦，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困的暗暝。啊 ，Baby。和我在一起吧，你要带我去。艰难越碎，出发的秘籍。嘿嘿嘿，袂呢，我这边无啥物压力呢，因为我唔是主持人。主持人压力较大吧，我这边还好呢。我是十几岁，压力较大。我十岁时阵压力较大，我这边就是还好啊，就是很顺就好。今天就是好耍就好，绽放它的美丽，一一在一起。好，大家拜拜，我数三计，拜拜。